然后第二只六阶应该有250吧，我觉得六阶有250。没人呈现了，先看他们干嘛？没有，有新贝塔，有新贝塔。各位转角注意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架上面，架上面，架边上，边上面。叫我们那个猪，我去把他打掉。我看，我把他，猪把他，打赢他特，新贝塔。我打下，我去把他打下来。清除障碍。都下来了，剩哪一个？我把只下来一只新贝塔。拉倒，没有，都下来了，都下来了，都下来了。哇，死了下面啊！我救你了，加好，倒霉。好，该死，在上面没有看不到了，我被秒掉了。等着看，在后面喽，在后面喽。哎，来不及。启动治疗光束。啊，刚把路踢掉了。没有，死神帮忙，那我发现。只要注意啊，他都躲在那阴险的地方。他们只要尽量不要太接近地面啊，别人或转角。有过来了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我把打到。我还在走，还在走。啊，死神在正面哦。我把蓝哈都打下来了。一楼灌坑，一楼灌坑，一楼。他他他他他。干！真。复活，双塔被复活了。哇！这死神，人超会绕哎。这死神要干掉他、啊，这死神他一直在我们的车旁边呢、啊，要集火他、啊。我一直有讲。我透视，我透视。然后我盯死神，盯死神。他盯他、啊，他一直在车旁边而已。就刚刚忙着射中间那个，把许可用掉。启动增伤光束。人在大补挖边。要不？哎，猪要倒了，猪要倒了，倒了。他应该有传送器了。就是在右边右下方。我上去切那都打下来，都打下来了。全下，全下，全下。神注意，我看不到他。神车前面，死神在哪？便利商店里面。打倒，打倒，死神在边上的吊站里面。他们过来了，左方啊。死神在那个后面，吊站后面。猪也在后面。在，哎，他们双枪在后面。死神上面下来了。他们家，他们，不要打，好，他们从他们的点在左下方，左左边那个牌子的后面嘛，那要没勾，我要打他，我要打他，他死了，他快死，他快死，英雄复活，哇哇哇，复活复活，我打我打，英雄永不消逝，只要些许代价，死神上面的，死了，耐说，把他把他在旁边，耐说，打掉打掉打掉。我都打一起，哎，我这样打，星星，这是针对某某用的。他们刚才 TP 架这里啊，我刚才来拆没有看，我没有拆掉，我跑回家了。他们里面都复活起来了，他们刚才架这里啊，我还有看到。我们有某某在，他们复活也没用。我的鱼肉还在蓄力，我的法力，被抓了。哦，他们死神，死神跟法拉在上面。你先跳，我先跳。快打一波！把他半血，把他半残。哇，你们都走这边，我怎么狙？把他升，把他升一滴，一起死。加速吧，开起来！
星星波在哪里？啊，你们要打这边，那我去。让你恢复战力。 哎，死人在右上这样。护他的盾啊！拿住蜘蛛包啊，盾！打在右边，打他朝前。哦，我死了！哎，你干嘛？倒三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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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我吗？ 英雄战士，他们复活了，他们复活了，我们的复活就复到一起。<笑>我在前面就死了，他是死。再打不进去了，右边啊，右上方也要，正面也要有。 谢谢，不要死，不要交，不要交，慢慢推，慢慢推，打倒，打倒，打倒喽，敌人在追我们，在打，我要，两只，要死，要倒，哦，没关系，要抓，要抓，你们这边可以打，你这边可以打，把他们打倒，他们已经全倒了。 绝招正在蓄力，我要先堵口啊！一个，三个推掉，我来堵，就爬上去堵就好。你站在中间的台上面去堵，比较安全。中间那个平台站那边堵。哇！把他，把他，把他，打！快！我可以让你们复活了。把他打。 哎，还有刀，后面死人，护一下，护一下，英雄永不消失，只要些许代价。把他正面，我要天空，一枪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我要换吗？还是这样？我的绝招快救血，再死，你再死再换。 你再死再换路奇欧，都有光狙啊！他们把他一直都狙掉，也是可以啊。左边星星，这个星星不好发挥啊，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。左边星星哦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这边哦。哦，右边。没进来。我要背锅。挂了。一下都跳进来。 三个大，两个大，两个大。正在为绝招蓄力。上面哦，上面。哎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我的绝招快好了，准大点。又搞我。打压了，打，打，先打，先打。Mercy 哦。 Mercy后面分，后面，哇，后面分，后面，我咯。死了，Mercy被打一下，后面有只死神哦，自己说，快死了，死了。哦，被抓，被抓，左边死神，左边死神。能打。我把他干掉了，被我杀掉了。没有，我刚才他复活，把他干掉了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我把他。 哎呀，他那个，可以，他们池边没有复活了，没有复活。闪光，闪光在右上。好，明天起床一定全速钻头。你后面有，你后面可能有闪光。你要死了！哦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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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要死了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！哇，干！英雄永不消逝，只有。 正面四只哦。对对对。
去右边房子里面太亏了，没有他们，去右边房子里面太亏了。没有他们，应该去左边守左上。你刚才说右边有一只闪光，我就跑进去了，结果右边里面有三只。他们那些角色打四面战的、啊，星星、死神、光。没有，你把我一只闪光啊，结果你没有进去看。对啊，我就把一只闪光啊。他们结果没进去看到三只。我觉得你那角色本身不该去右边的，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。